啊，那过来来看，这群学生囡仔介勇敢哦，伫咧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，爬起哩树啊顶。原来哦，这是上山乡农会树建会特别规划爬树啊体验课程，希望借着这个机会，有我学生甲大自然的距离。想起细汉的时阵，爬到树啊顶，是每一个人拢会晓的技术。石头攀石石的，就会爬起哩树啊顶偷搬水果，这拢是囡仔时代的欢乐回忆。但是随着时代发展，现在在都市大汉的囡仔，可能连大树拢看无几丛，更加免讲爬树啊这项功夫。咱山西农会有办一个迄个世建会哈，啊，咱世建会就是要让咱的跩学生啦，啊，跩少年的囡仔吼，会当了解咱的农业。啊，即马足侪囡仔食物件，唔知迄物件是为倒来吼，连个咱的。咱的稻子啊，安怎生产都唔知吼，啊，搁即摆咱接做遮果实啊，啥物都唔知啊，是到底是生伫树啊顶，还是伫架啊顶，还是伫边顶安尼吼？啊，所以阮今仔办一个迄个环境教育户外体验，啊，攀树活动，互小朋友吼，啊，来了解一寡咱一寡农业吼，啊，遮过程啊吼。沙沙农会树建会特别安排爬树啊体验课程。由树建会指导员带领山西各种的囡仔到顶来爬树啊，很好玩，就是脚要用力，然后其他部位要放松，这样才能比较用力。靠最靠近你的这个绳结这里，有没有？按看那脚，脚一定要往前伸，左脚。树建会指导员指出，其实爬树啊是一项专业的运动，亲像攀岩同款，拢需要专业的设备来辅助。这个设计课程主要是要让学生体验看卖，借出来有我甲大自然、够树木的距离。中华新闻叶宏吴，山西采访报道。